啊不，你对皇上要紧，叫李叔哥再升堂，再来公安上。我公主无二的朱书家是甚物人？下去托你做皮皮，也不过我从今是无望的了。阿母，你别我人生，我后悔你，是我做很假不好。那镜子里面也看到了。后生我真的不大气，也不好看。是不是你嫁不好的哦？可是是我嫁好的哦，我唔对。王叔啊，我想靠骨头跟你养。拿什么？我靠骨头。我什么？哎，哎，公主，无后的子书家，叫你那是搁再开灯，一定会讲。还是皇上，我没有，只有三个是一定的无。我唔敢要求万岁啊，你家开恩下罪。我先烦你哦，我囝那是死了，已经叫人甲我通知，我才买一句啊无烦啊。啊！若无我嘛听一只臭笑话来甲伊收拾，倒转来甲伊卖走。你别烦恼，只好叫人讲出真相，挽救伊批评的性命者，我一定会将天烦恼，下一秒死时阵，是阮注定我会派人去你的故乡甲你通知。恁不孝，这是恁听，倒转去故乡去吧。你真多事啊！怪你啦，放库房，带去你何里做路？唔免